白韩混血女大生模特儿梦碎，惨遭宾士酒驾男撞死。左转宾士车撞上对向直行机车，女骑士被弹飞，伤重不治。时间回到案发前七秒，路口灯号由绿灯转黄灯，宾士车想抢黄灯左转，撞上直行的女大生。死者是19岁台韩混血女大生金瑞贤，她今年才录取开南大学1年级，当时正要骑车去同学家夜宿，却遇上死劫。她身高超过170公分，热爱户外活动，面貌身材姣好，她也热爱健身，平时也喜欢骑乘重机，是阳光正妹。瑞贤平常很喜欢玩车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她人比较高，她胆子比较大，所以她就可以骑。他曾就读美容美发科系，在发廊工作，向往成为模特儿，在伸展台展现自信。今年七月还参加10第六届璀璨之星模特儿选拔，万人海选过后顺利进入了复赛，可惜海选隔天出了意外，没能进入决赛。一场车祸让他和家人天人永隔，也让他模特儿梦碎。36岁宾士诚信驾驶，家中经营金属公司，酒测值0.21。他说突然姜母鸭开车，没有喝醉却撞死人，驾驶被依公共危险罪和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